肉段烧茄子是一道东北的下酒下饭硬菜，今天把做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我们把去皮的茄子切成滚刀块，别太大，不爱熟。切好以后马上加一勺玉米淀粉，用右手拌均匀，然后再淋上一点清水，再加半勺玉米淀粉，再次拌匀，像这样就行。炸出来是脆的，也不浸油。再捅咕半斤瘦肉，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小丁，切好加清水洗一遍，把血水洗掉，控干水分以后加两克盐，拌匀放一边备用。碗中加100克土豆淀粉，加水没过淀粉，用筷子扎几下，让淀粉迅速吸收水分。淀粉不冒泡了，把水倒出去留一点，不然太干了，用手抓拌一下，这个粘稠度就可以。把淀粉倒入肉里，用右手抓拌均匀，像这个效果。再加半勺食用油抓拌均匀，防止炸的时候崩。油温烧到五成热，用大葱一插，呼呼冒泡了。把肉段一块一块分开下锅炸，全程大火，全部下完用漏勺来回翻动，粘到一起的敲的一下就开了，炸两分半钟捞出来，等50秒左右油温升高，再次复炸，复炸一分钟就行，外表金黄，捞出控油，还是大火，不等油温，直接把茄子下锅炸到金黄酥脆，捞出来和肉段放一起，配料红绿尖椒也用油烫一下，另起锅烧油，下葱姜蒜爆香，烹入酱油炒出香味，然后加入一勺半的清水，调味加盐、味精、白糖，有条件放点蚝油，开锅调小火，用水淀粉勾芡，像这样能挂住勺子了就行。倒入茄子和肉段，开大火翻炒均匀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肉段烧茄子你就像我这样做，外酥里嫩，好吃不腻，百吃不厌。